好，二三，好，祝你從心所欲，多謝，祝你一帆風順，多謝。啱啱出道係需要所有嘢都好順利嘅，咁咧亦都精神爽利啦。哦，多謝多謝，得心應手啦，多謝。咁你我自己就身體健康，係咪啊？我身體健康幾好喎，四季平安啦，不如就。好，一齊揸住啦。少少四季都好平安。新年你冇翻去大馬啦，係啊，冇啊，留喺香港過新年，第一次第一年啫。第一次同屋企人分開，唔係一齊過年，因為我其實係一個好重視農曆新年嘅人。嗯，咁每一年過年我都一定會同屋企人一齊，一係一齊去旅行，或者我翻去，或者佢哋過嚟。嗯，咁今年就特別啲咯，就我哋分隔三地啊，唔係兩地啊。我家姐一個地方，爸爸媽媽一個地方，我自己一個地方。嗯。今年就要用視像食團年飯同埋拜年，咁咪好龍年咯。我已經調節好自己的心態啦，我已經準備好呢個特別嘅新年啦。前幾個月就開始好少少焦慮嘅，因為都好想翻去或者請佢哋過嚟，咁但係佢哋原來都飛唔可以出，即係同屋企人商量過之後，都覺得大家喺自己嘅地方最安全。嗯，咁所以我就早幾個月已經做好心理準備，就會過一個比較唔同嘅一年。有咩習俗㗎？新年？有咩習俗？我屋企唔算太傳統，咁所以就冇好特別有啲乜嘢，但係就一定會一齊食團年飯啦。咁嗰餐團年飯可能係會食年初三嘅，因為咧冇錯，跟住就會因為我哋停咁食，因為我哋係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其實我哋係打邊爐啫，即係因為方便啊嘛。係疫情之前出㗎嘛。係啊，之前十一月嘅時候出咗，咁而家就第二版咯，呢個就係第二版。我呢個第二版，開唔開心啊？喺歷史之中都可以咁好感恩啊！感恩可以都可以出碟，亦都賣得唔錯。當然，我覺得都應該，因為我冇實質嘅數字嘅，咁我諗可能因為疫情都會有受影響啦。係咪同埋啲新人一齊咧？係咪同埋啲新人一齊唱歌咧？有機會嘅，有機會嘅。暫時未去到呢樣，但係。看他們的表演很好，我覺得都應該找一些機會一起，一起登台，一起去做一個 show 也好，或者是真的有首歌一起做都挺好。有什麼工作計劃大計呢？就是去年出了一首歌了，是吧？大計繼續出歌，還有可能我們會分開拍節目和拍劇。哦，拍功的大叔對我決定了你了，有份參與，做咩窒住？有份參與。但知唔知有冇啲男仔嘻嘻嗰啲親密場面有冇噶？我諗呢個未知，因為劇本都未。因為日劇就係有噶嘛。係啊。如果你介唔介意你譬如同男仔 kiss， 咁你介唔介意啊？三號。我其實唔介意啊，即係如果劇情需要 OK 啊，但係唔好係濕吻咯，即係點都 OK。即係蜻蜓點水咁就算啦，簡簡單單。